Welcome to my vlog。哈，大家都懂我的家之前是有水灾吗？哼，我这去到哪里，全部跟我讲啊，你的家水灾，你的家水灾，水灾啊，你的家。谢谢大家都懂我的家水灾。然后呢，全部我家的家私都换完了，就除了我厨房的这些橱柜，因为呢，之前家人做的比较 budget 的，所以呢，就已经有很多坏了的地方了。看到吗？全部是已经发了了啦。中了了，那边木。全部木板啊，我都不记得。你看，全部下面这些木全部都已经是发了、坏了。然后这些门啊，也是因为蒸了水过后，你看旁边这些都有很多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都要找一个防水的家私，就全部是不容易被水弄坏了。这个呢，我就有问，到底有没有防水的橱柜啊？真的有一家，而且这家呢，就是唯一一家在 Seremban 的一个叫 Honsen's Cabinet。然后今天我就会特地下到 Seremban 去他店。看一看，他们讲他们的这个木啊是自己制造，是独一无二的，全马来西亚独一无二，可以防水又可以防白蚁，到底是不是呢？他讲他们已经有一块木啊在他们的鱼缸里面整年了。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就去省班看一下，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 product 的话，我相信也会帮到很多人。 Let's go。 哈，下省班要1小时20分。不过为了这块板我愿意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懂我家几时又在水灾了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。哈，我现在已经到Seremban了啦。看到这个芙蓉国民华文小学啊，来到芙蓉呢就一定要买它修包，等下再去吃一个妈麦烧烤螃蟹这样。现在就去寻找这个防水的 cabinet。哦，你看 Honsen's， 哇，厂家来的哦。没错，就是它啦。他讲全马独一无二。他们用用什么？Squeeze board， 这样我今天就来了解一下。啊，就是他 Honsen's Furniture Door。老板，老板。Hi， welcome to my vlog。你好。我是听说你们这边的板是可以防水的。对呀，好像你看这边正在这个鱼缸里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他们 showroom 有一个鱼缸，不是拿来养鱼，养他们的板。你们有看过做 cabinet 家私的 showroom 有一个这样的鱼缸来淋他们自己的板？淋了多久啊？5年，淋了5年了吗？有没有5年？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你看那个 hinges 都生锈，铜板哪里有问题？你讲那个铁都生锈哦，是哦。这个板有5年了啊！对呀，现在这边5年。哦，真的哇，连青苔都有啊，知道吗？哇，青苔都有。OK， 感觉是真的，好像放了很久。所以这个板是这么啊，这样淋你的生意就会很多的。对了，这个是证明我们是完全做防水。哦，不是一个招财风水啊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 squeeze board。squeeze board。它是 plastic 的做成的，完全没有木的成分。OK， 所以它里面是没有木的成分。没有木的成分，所以它可以完全防水防白蚁。然后它的触感怎样？可以拿一块给我们。可以，它的触感就是像板这样子的。你基本上就好像是整的木这样子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们也算是木工的方式去做出来的。这个是石头跟 plastic。做到好像木浆这样厉害。然后我们除了防水防白蚁，什么主打的就是健康。健康，为什么讲它是健康呢？因为木做成的板呢，它是要浇水，可能木的颗粒啊，还是一层层这样连起来，它又要浇水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浇水呢，它有那个甲醛，多么厉害。而我们的那个板呢，它是一体成型，就是完全没有浇水，所以它就是很健康。就比如讲，可能你的朋友啊去装修木子，刚装修好是不是？一进去你觉得好像就很刺鼻的味道，对，啊，那个是甲醛的味道，多么厉害。尤其是小孩啦，健康很影响蛮大的。明白。OK， 我觉得你这个鱼缸基本上已经，我们置身在前面了，而且我们是做过蛮多实验了，好像这个蒸了2年咯，我也是用海水来蒸锅这样子。OK， 我觉得你还是给我一块板，我回去蒸在我的家。你这里可以拿去咯。OK， 我回去蒸，如果 OK 的话，我就帮你们。OK， 所以我会拿它这个板回去蒸在一个水的缸里面，然后就看它是不是真的这样厉害。所以这边的厨全部都是用你那种防水防白蚁的板做成的。对呀，对呀。哇 ，OK。如果你要做一套自己的厨房柜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有 top cabinet、bottom cabinet、tall unit 或者是跟一个 fish cabinet 组成这样子。然后过后呢，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喜好再搭配上 accessory， 像这个它是水电动的。
这也是属于开始吃的。OK， 嗯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。所以我家有没有这样的东西？你说呢？现在就。所以我们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白色的了，这个是我们的那是颜色了，我们最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要按个button那边。然后我们用的那个 tabletop 呢，防滑。你看它厚度的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用的是20mm 防滑防刮，拿一个尖尖的东西来。我不顺，现在做 cabinet 去到酱了，我们不跟人家比不盐水，防刮酱。啊，你给我高高兴。真的吗？你讲了不要后悔啊。你看，哇，还可以做出来啊，它的铁的黑色。哪一个是会刮的？给我刮一下，就是普通的 quartz stone 还是怎么用啊？给我一个啊！哇，现在做 cabinet 切到酱了，我都不记了。就主要给你们懂，现在原来选 cabinet tabletop 是有酱的分别了。OK， 这个就是 quartz 咯。我理解的 quartz 是它比较容易颠到一些咖啡，都是会染到。但是如果你染到的时候，你抹掉是没有事的。如果你 overnight， 它就永远会有一个 stain 在那边。如果你真的是敲到它，它真的是会滑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们的分别。quartz 台是属于好像 scratch 的，这个台面上是属于 scratch proof， 完全不会过滑。quartz 这台就是蛮耐刮滑的，不还始终不是。明白，还是有机会做活的，可以揣一下。这个就是刚才阳挂都不会有滑咯，这个嘞，我摸下去是有触感，它已经是有一条条啊，它真的是会刺进去了。有诶，有印诶，有。这个就真的是没有。哇哦，好喽，行了，我新家就靠你了啊。OK。没有啦，先解决我旧家的这个防水橱柜先。OK， 这样你还有什么特点？我为什么要买你的 cabinet？ 我们的特点很简单，你看呢，它是今天的这个，对，我们那个 shelf 每个层板，比如你的 top cabinet 上面那个层板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比赛。这个我们做过实验了，它可以承受300kg 都不是问题。300kg， 对，我们叫工厂的三个男人站上去没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 support system 是这样子的，它一个 L 型的 aluminium 三边这样子来承受整个力，然后这里呢、okay. 就整只 aluminium。所以讲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是那个板会弯啊，对不对？放太重。这个呢，我们是 OK 可以 support 到这个问题。300kg， 对，我哥躲进去，他不会倒。没玩啊！阿生 ，Go， 没玩啊！快点，最后啲梳打俾明先咯。嚟嚟，快啲，我都知我去做咩啫。你快啲俾入去，我要睇下佢系咪真系唔会冧。而且这一边呢，就是这样踩上去啦。哇、wow、OK， 它只要是层板的话，我们就用这样来设计了。明白明白，OK， 好。OK， 确实其他板一般碎木啊，还是这样子踩上去真的是拜拜了啦。还有可能更加细节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第一件事，我们都是用冷水冷却式，好像我们有那个耐口啊，它可以盖到每一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冰件的特点呢，是比如我们锁在板上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一天好像我的门坏了，我换那个门。我这个是身体嘛，粗的板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以前就是要拆上拆下，导致这边东西容易松啊、loose 啊，所以坏嘛。这个冰件有拆出来，来透一副这样子。OK。都好，换哪个门你就都会这样子喽。哇哦。Detachable， OK， 所以所有你的橱柜都用这个。对，我们最基本就是这个。OK， 那他刚才讲的就是他的橱柜旁边都是用 aluminium 的，很 solid 啦，整个感觉。我们通常底呢都是用整片锅的，有没有试过去外面啊？人家的底部啊是很薄一片的。我知道是这样薄的。我们是一片板的厚度啊，就是你可以摸到很 solid 的。明白，一片板厚度。就是很多地方可以偷工减料呢，我们都会偷工。然后通常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是 35 degree cut 这样子的，你可以选择玻璃过后，然后这边是35度的个 handless 的 design 了。明白。OK， 他拿出来给我们了解，你看他们的这个 aluminium support 300kg， 我哥可以站上去了，是这样风的。如果平常外面的可能是给你这样子的，所以会贵一点，可是真的是可以耐很久的。对，风水生无有风。这是真心话。
先 confirm 吗？我用你这个木板的话，它外表是不影响的、啊，外面有什么 design， 任何的 design 都做得到。不是讲我用这个防水的板过后，就会有一些 limitation 在 design。不会啊，它的 quality 的训练一般你可以选两种，一种是 laminate， 一种是玻璃啦，对吧？是。如果是 laminate 的话，我们是用 laminate 这个牌子啦。主要是我们用它原因是它的 quality 比较好的，颜色呢比较 solid 还是。基本上所有的木我都可以选，又或者是我要选 solid 的，或者是玻璃的，就是长这样子的咯。OK， 这边也有玻璃的。这边就是玻璃的。OK， 这样就放心了啦。总之用这个防水的 squeeze board， 基本上什么 design 都可以做得到。OK， 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你们是有做过其他的 design 吗？我要看一看 design 先， design 是最重要的啦。哇，你是直接做 virtual 的吗？对，这个是给你做到完整间才有这样的服务哈。不用，只要你有做一个就算简单的一个厨房，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这样子90度的一个效果图。哇哦 ，OK， 是可以感觉你亲临在这个现场。所以我家的只是做厨房那边，你也会帮我 render 一个这样子。对，我也会准备一个这样子的图，而且这样子的图我们可以提供来的一个 link 或者一个 QR code，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看了之后 ，OK， 直接在你的手机、iPad。都可以直接感受一样的，明白。这是什么带来啊？啊，顾客的真实度还原，可以，你可以点每个小点都可以往前走。哇，厉害了你们。你们真的是很用心。OK 啊，偷你们两块板回去啊。可以。他不给啊，外面不给啊，他真的是给我拿去做实验而已。OK 啊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哈，偷天去了，他们店铺哎，今天他们就在我们家量一量啊，看怎么样做到很美很美这样啊。原来我的家的设计图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他们之前有来过一次的时候已经量好了，这次是做最后 final 的 amendment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还可以！哇，你们很厉害嘞！我现在是完全 build 到我的厨房接下来会长什么样哎！哇，很厉害！哇，这样像了，真的，我家真的很像哎！哇，这样就漂亮了哦！我们的家终于有一个干净的厨房，然后我就站两个方向而已啦，对吧？可以三个，它有三个点。好，我要站过来这边看。对，可以再转。哇，美丽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我觉得做了这么多，乱了这么久，是时候整一整这个厨房了。怎么样，阿甘妹？这里抽的，这里瓦抽，瓦壁啊。做一个 choose again from here。反呢？我们的表面啊，有很多选择，到底我们要变怎样呢？那现在我们的橱柜上面呢就是这样 ，shining 这样，这个叫玻璃，有点珍珠粉这样的玻璃，完美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选我们的下面放什么颜色呢？那现在我们烦恼到底下面那个颜色要选暗的还是要选亮的？他马上就弄了一个亮跟暗的给我们看 compare。妈，你喜欢下面的橱亮一点颜色，还是你要现在这样这种比较暗色的，还是中间啊？这个就是这个是最这个，那就剩的喽。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他们讲下一次来就是安装好了。OK， 经过7749天的播嘞，我的现在的厨房嘞，这已经做了上面的这个 cornish， 然后又留了漆，这个也换了。然后今天呢，他们终于会来我家安装这个新的厨房。所以这些所有震过水的橱柜全部都会换，然后这里啊全部都会有新的橱柜。终于啊！你看我家现在几鬼乱，一个厨房里就弄到我整个客厅这样了。你看，还有这一堆全部是我住巴生嘛，巴生有淹水的问题，我 feel 到屈指一算。个人觉得是有发生一次过后，应该是会再发生的啦，只是不等及时间，所以我们为了预防呢，就真的是找到这个防水的家私。OK， 现在他们呢已经开工了，四个人做过，三天装，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呢。暂时没有厨房，我在客厅吃午餐。
今天呢来到第三天安装我家的这个防水橱柜了啦。OK， 很多专业的人士在完成我家厨房的这个大梦想。哇，现在已经七七八八了嘞，今天可以搞点吗？差一点点超标，差一点点啊。哇，已经差不多出来了，整个厨房的感觉。你看这边有灯了。OK， 灯也按了啦，这个也是买新的。现在我的家非常非常的乱，你看，这是乱到我都不会啊。你看一个厨房可以有几多东西，真的是你想象不到，所以我非常期待我的家一安好这个防水橱柜过后呢，我的家就非常整齐了啦。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 辛苦你们了 ，Thank you 啊，拜拜。然后他们也很好，送了我们一个礼物，还祝我们新婚快乐，谢谢好人家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听到吗？有回应有吗？虽然有回应，可是我这个厨房终于焕然一新了。OK， 现在呢，他们已经用了三天，终于把这个厨房装修好。谢谢 Hot Sense， 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防水的 cabinet 长什么样了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哇！你做咩啊？现在又什么九王爷是又要淹水了，各位朋友啊，要小心啊！现在就来深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家私到底长什么样。那我们选择的这个底站就是 glass door， OK， glass door 就是玻璃的，然后它可以选择任何的颜色都可以。那我们选择白色，看下去就是整个亮亮亮。首先打开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哇，老哎。厚厚扎实了，它这个板呢、啊，真的是很扎实，很有分量。里面呢，你是真的可以 feel 到它的 board 哦，不是那种 cheap board， 然后你每天打开打开啊，动动一下就会脆了，不是那种碎木，它是很扎实，它石头再加 plastic 的一种板来的，他们自己制造，厉害啊，很 sense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旁边给你的这个 hinge 呢，全部都是很 high quality 的 ，OK， 而且也有 cover 到漂漂亮亮。给我们哇，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卡布来的，当然也是 soft close， 你看吗？几大力都不怕 ，OK。最重要的哈、哦，它的这个 shelf 的这个板呢，叮叮，没错，就是你们之前看到了它采用的这个 aluminium 的这个是非常扎实的。你知道这里啊，这边可以承受多少重量吗？300kg， 就是我哥哥加博宇三个 ，OK， 三个全部挤在上面都不会掉下来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aluminium 呢，就已经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稳。你上面可以放很重的东西，放酒啊，放那种，放三个我哥哥都可以，你还怕什么？博宇，你有新的厨房了哎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美美哟、哦，哇！美美哦，新的厨房了哦，哇，几开心哦！然后呢，我们终于有一个像样的可以放完所有的餐具的一个抽屉啊！啊，这个也是他们包括给我们的。这个你要放什么都可以啊，可能是很多家都有啦，不过我们这家比较特别一点。他们抽屉都有自己的 logo plate，Hot Sense Kitchen Wardrobe。我真的是强力推荐他的这个板，你们去到他的 showroom， 你们看，你们 feel 一下哦，你已经觉得。太灰了的感觉啦，尤其是我们家真的是淹过水，我们真的不想要再来一次的时候，全部的橱柜坏到完。相信你们有看过我淹水的包括懂啦，那淹水真的是造成我家很大的损失，所以就算再淹水都好，今天有这个板我比较不怕了。你猜一下我那个 board 放在我家的鱼缸多久了？走，带你们去看。啊，我家有养鱼，你们都懂啦，就是这块板的。OK， 你放了整个月了的啦。
它真的很像板，可是它又不是板哦。哇，它会磨哦，得啊，又很扎实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西北扎实那种，可以啊，这样都被他们研发到，厉害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偷偷拿了两块板回来，那个板呢磨下去真的好像木板这样，我就有点不相信啊，就我真的拿回来正在我家鱼缸都没有问题啊，所以这个板真的是他们很用心研发的一个叫做 squeeze board，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支持的好东西好产品。不过呢，他们公司就在神办，所以呢他们的客户是排比较长队的。老板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扩展你的 business 这样呢？因为我确实也等了段时间再来我家安装，不过这个板呢我觉得是值得等的啦。 OK， 哇，老板，我真的怕我都弄出去了，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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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然后呢也要讲一下他们的 service， 那他们真的是有求必应，比方说我们要做前面有灯啊，这边 LED 啊，这边要加两粒 switch 啊，然后旁边这边又要加什么开关啊，啊，全部东西他们都做给我们，真的是很好商量的一个老板，谢谢你 Consent。 那现在呢我就拍了 before and after 给你们看一下到底有多夸张大的分别。那这个 cabinet 呢虽然会贵一点啊，不过你这个按下去 I mean 你可以用很久，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我个人认为啦，这个 squeeze board 这个手工，然后它给的东西 before 你按还有一个 3D 图，那个是让我觉得最满意的一个地方啊，因为有时候 imagine 不到你 2D 图你看的话，大概你 3D 图你可以四处的望着我厨房，那个 3D 图就已经不值这个价钱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它的价钱非常的公道，非常的合理。大家真的有在想要安橱柜的话，尤其是住把手 area 啦，那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好好收拾我的家，家人收拾，然后呢，收拾完了，给你们一个交代，不要再讲我家乱了，我的天啊 ！OK， Let's go。